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说，师父，我该行什么善，为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？善的只有一个。如果你愿意进入生命，就该遵守诫命。他对耶稣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应孝敬父母，应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。那少年人对耶稣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若愿意，是成全的。去，变卖你所有的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，然后来跟随我。少年一听这话，就忧闷地走了，因为他拥有许多财产。